真情六十秒。是这样的，我写完以后，我打游戏的时间我放爽啊、我多在乎你一点，你磕了碰了的，就是今天就是老师们说的话，我都有认真的都在那块听，就是我有我自己过分的地方，然后你这里的脾气，我希望你能就是收敛一点点，我想跟你好好的，就是说咱们。没有必要这个样子，就是咱都给对方一点空间出来。我打游戏的时候只想我自己单独的，需要一个私人的小空间而已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那段时间的话，希望你能理解我一下，然后希望我怎么样？我没有说让他放弃游戏，只是当时在一起那些，别人说那些话真的太那什么了，而且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只是。理解了，听明白了，啊！别哭啊！别哭，别哭！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施舍他，我是多么的伟大！我都接受你这样一个浪子了，你还有什么不能听我的话？我看你们迟早分了的好，这眼泪越哭。就觉得这个感情越不纯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哔哩哔哩、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结果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宠着你。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希望就是这回通过来咱们这个节目了之后吧，我想咱们俩回去之后都反省自己的缺点，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，对吧？这戒指戴哪个手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就笑一个行不行？哎。就是大方点，对吧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对吧？咱们回家之后都自我反省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不是说打游戏就是我唯一的，我也大了，就我这岁数的话，打游戏得当教练了，对吧？现在不是这么个事儿了，我少打点，对吗？咱们别哭了，回家吧啊！来，请亮灯啊！来来来，姑娘来，知道你委屈，本来是想诉苦的，结果被所有人说了一顿，拿着吧，好好反思一下吧。你想象的道理不一定是真的道理，生活就是这样。祝你们幸福，请回吧，谢谢。